Pokoknya aku tidak mau ke tempat di mana kau berada. 俊男、帅哥、美女，这个应该是韩剧。我在想会不会是《流星花园》，但是应该不是。他是用印尼话发音。你看这个美女，应该是韩国的吧 ？Kami akan mengadakan pesta untuk Sergio. Pasti meriah. 完全听不懂。Kamu kan? Iya. 这个很像那个《Nodame》野田妹。嗯，但是。哦，很像野田妹，非常的有趣，用印尼话讲，不对不对，我们先玩那样的呀，好，哎，有趣哦，分享一下，哎。